第一场竟然是用单排，他也打这么硬啊！到他刚打的一把。使徒吗？哎，说真的，现在入殓师变得真的很强哎，什么都变快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无敌七秒，那个位置只要放得好的话，如果啦，他这个走出来已经不再是搏命，是无敌七秒，如果连车都可以坐的话，那真的是很夸张。又或者他放在一个窗户点。然后做一个板窗交互，然后直接这样子，可能从二楼跳下去也好啊，或是哪里跳下去也好，就完全就是一个真的起死回生呢。哦，打 solo， 原来英文是这样子用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英文不好。确实，黄衣先追调香不好的，因为调香可以回血。那这样就是剩下前锋的机子，那他一救完的时候，入殓师去二救，因为我离得太远了，我救不到啊。机子一定要先修啊。为什么连第一场也这样子救？但是他前锋要干嘛？撞救才有机会溜，不是吗？就这样不救了。对啊，你秒撞救下去，撞下去不是很好吗？那个，因为陆燕师不去救也很正常，他挂在那边啊，真的不救很正常啊。啊，就变成说第一场他如果想要修机的话，那可以选择在挂上去的时候，他球还很剩很多的状况下，拉长球撞下去，让他好好的去那个啊。而且这板子也没盖啊，对啊，这个进度这敲得到哦，是因为真的这么缓，是不是啊？我都先晕了，大哥。
需要帮助？你要帮助什么？不是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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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入殓师不敢啊，他看不懂啊。哎、欸，哇哇哇！哇！哇！哦！We'll be right back.